我呼呼呼呼 ，Merry Christmas！ 今天是12月25号，圣诞节，彰化体育馆也涌入许多球迷，一起来用不一样的方式欢度佳节。我是南投人，然后是彰师大的学生，因为今天是耶诞节，对，想说应景一下。富邦勇士加油，耶诞快乐！我们来自金城中学，然后今天是因为就好不容易台北那个球队可以从台北来彰化打，然后觉得很开心。然后圣诞节大家都很嗨，然后昨天刚好考完试，所以大家都一起过来支持。场边观众一起看球庆圣诞，台啤啦啦队也特别戴上麋鹿角的头饰，用一首首热舞炒热气氛。今天的音乐有特别准备，就是圣诞节的音乐，然后还有我们头上非常可爱的发饰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一片欢乐的气氛下，却有个人写得有点郁郁寡欢，他就是豪弟林书伟。第一次没在从小长大的美国过节，忍不住产生思乡病。Feels awful. I'm okay. It's just.Seeing a lot of my friends from home, like, post a lot of things about Christmas and their family, and I just am not able to spend time with my family, so it sucks a little bit. 想家的心情难免，不过这么多台湾球迷热力支持，希望豪弟你也可以开心一点哦。未来体育新闻，张建宏、李一涵，彰化采访报道。